안녕하세요 여러분, 제 여러분 황천허입니다. 여시고 킬로그램 준비한 과사오 소피부다. 오늘 더이지 就是 左勾拳跟右脚，我们可以在场上来试试看，前压式的压迫，去阻断你的后脚的攻击，还有你的膝撞。看到脚还蛮厉害的，就是绑好，然后我就照我的节奏去打，不要被他带走，我觉得是 OK 的。听说你是 Max FC 的冠军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将会是你有史以来打过最累的一场比赛，我们7月15日场上见。